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蜜蜂财富晚报。今天是2022年5月2日，我是今日主播 Zoe。澳航宣布主要飞机订单，预计23财年恢复盈利。澳航周一宣布，第三季度的收入增长使其净债务降至45亿澳元，低于疫情爆发前水平。2022财年下半年的基本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预估为4.5亿至5.5亿澳元，预计23财年恢复盈利。国内方面，澳航获得20架空客 A321XLR 和20架 A220 至300的订单，至少交付至2034年。国际方面，澳航将订购12架空客 A350 至1000，从澳大利亚飞往纽约和伦敦等其他城市的直飞航班。该日出计划预计于2025年底从悉尼航班开始。澳股收跌1.2%，科技股领跌4%。ASX 200指数周一收盘下跌1.2%，至7347点。所有板块均有所下跌，科技板块领跌4%，其中 APX 收跌4.5%，ALU 收跌4.4%，XRO 收跌6.6%。澳股排行榜涨幅榜前五名分别为博彩商 PBH 上涨5.3%，航空股 Qantas 上涨3.2%，勘探公司 CHN 上涨2%。旅游股 Fly Center 上涨1.8%，地产商 CMW 上涨1.7%。跌幅榜前五名分别是：生物制药公司 IMU 下跌12.5%，医疗设备商 PME 下跌8%，软件服务商 WTC 下跌7.3%，地产商 GMG 下跌7.2%，锂矿商 PLS 下跌6.5%。锂矿商莱恩烫和 LG 签署承购协议。莱恩烫周一已完成与 LG Energy 的谈判，就其 Kathleen Valley 锂项目的锂辉石金矿供应签署了具有约束力的承购协议。根据该协议，莱恩烫预计将于2024年开始供应高达15万千公吨每年的锂辉石金矿。今日该股收跌1.7%。下面来看市场快讯。矿业特许权公司 DRR 收入飞跃。公司报告三月季度的特许权使用费收入为5910万澳元，比上一季度增长80%。铁矿石特许权费用 MAC 实现了2930万石公吨的产量，同比增长9%。服务商 Maka MLD 与金矿商 RRL 续签合同，双方延长了位于西澳的采矿服务合同，每年为 MLD 创造高达5000万澳元的收入。截止四月，MLD 在手头寸的金额超过26亿澳元。能源商 AGL 降低指引，在审查了维多利亚 Loy Yang A 电站发电机故障的影响后，AGL Energy 下调了2022财年的盈利和利润指引，现在预计基本税后利润将在2.2亿至2.7亿澳元之间，低于此前的2.6至3.5亿澳元。再看澳股其他公司，临床免疫肿瘤公司 IMU 已宣布停止与跨国制药公司默克公司的供应协议。近日领跌，宽带公司 ABB 下调指引，截至6月30日，活跃宽带连接总数预计在58万至58.5万之间，全年 EBITDA 将在2700万至2800万澳元之间，近日暴跌28%。旅游公司 HLO 公布第三季度总交易额为4.19亿澳元，比去年同期增长60%。该期间的收入总额为2280万澳元，
同期增长52%。来看今日的仙股移动，生蚝生产商1133今日暴涨100%，收于0.08澳元，该公司市值为2150万澳元。以下是今日的信息来源：一分财富、智慧理财、全球精选、私人定制、家业常青。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